现在娱乐圈很多当红明星都来自新疆，而说到人尽皆知的女星的话，那么一定就有佟丽娅。大家都知道她被称作新疆四美之一，她不仅颜值非常的高，就连性格在娱乐圈也是出名的好。而之后不少的网友也是好奇，佟丽娅在上学时是不是校花呢？最近她的学生旧照也是被网友们给扒了出来，看得出来佟丽娅像是画中的女子，长相不但漂亮，而且很有特色，非常有辨识度。佟丽娅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，一定是很多人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她也一定闯进了不少人的心扉。现在的丫丫虽然和以前相差不多，还是非常年轻漂亮，但却比以前多了一种气质。另外，佟丽娅可以说是全能艺人了，唱歌跳舞样样齐全，但佟丽娅更多是以演员的身份活跃在各个荧幕上的。她也确实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实力派演员，这些年给我们塑造了很多经典角色，也为她增加了许多的人生阅历，这些阅历让她变得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优雅大方。那么大家对此怎么看呢？